我叫他赖旭，这个是我一辈子的情物，书上面了。碰到我就香蕉零八啦，其实这一句话是骂人的吧？这个王晶，这个王蛋，他害得很多人很惨，真的。他拍戏拍得太离谱了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我以前演了一堆那种疯狂，我叫他烂戏，但这就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一辈子的耻辱，我觉得很，所以我在6、7年以前我已经发誓。我再不演喜剧，你再找我，你给多少钱我都不演，反而反派我演，我反而喜欢我演一个怎么在大烂人我都愿意演，我真的不再演那种，不喜剧可以，我那种根本不叫喜剧嘛，闹剧闹到离谱的，所谓搞笑，我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讨厌了，在脸书上面了。碰到我就香蕉零八啦，我这句都已经到了，又不敢叫你讲。我叫他，人家不要讲，人家那个好玩啊。其实这句话是骂人的吧？那个王晶，这个王蛋，他害得很多人很惨，真的。他拍戏拍得太离谱了，但我又不晓得为什么香港那么多观众喜欢看。我很想演一部主要的。一个大反派，一个坏到不得了的人，在我走之前最好演一部，这样。